男人偷偷摸摸地端起猎枪，一只海豹当场毙命，猎人需快速将其捞回，否则断气的海豹会迅速沉底。在零下50度的北极，海豹的高脂肪能为身体带来充足的热量，而且取暖的主要燃料也是来自海豹肥厚的脂肪。当豹族埋起气温中枪，雪橇犬在外面冻得瑟瑟发抖，而因纽特人却躲在屋里，用三文鱼蘸着海豹脂肪美美的大快朵颐。当收集到足够多的海豹皮时，他们会长途跋涉拿到商店进行置换，可以兑换到足够多的子弹和一些上等的粗布。这一珍贵影像记录了1965年因纽特人的真实生活。在这片白茫茫的北极大陆上，方圆百里仅此一户人家，这里的鬼天气一年有300多天不再刮风。老布带着两个孩子前往了狩猎场，冬季即将来临，老布一家还未备齐过冬的储备。因纽特人的主要食物基本全靠大海，在大风的作用下，巨浪波涛汹涌，一些